接下来非常有幸为大家介绍一位青年的扬琴演奏家张晨，他是茉莉花扬琴重奏团的成员，中央音乐学院专业硕士毕业生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就一起来欣赏扬琴和古筝的二重奏《朱砂痣》。扬琴是张晨女士，然后古筝是黄慧敏，大家用掌声欢迎他们。